上边还有个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够吃的话是走远的，这最远的五个地方上走一趟的话一个小时。那老百姓非常的有韧性，虽然是看天吃饭，但是他永远不放弃，永远忠实于他的土地。走远长的时间，我在教育没有车子不好，上不起啊，没钱。初中一出来就要打工挣钱，现在就不一样，我和他妈妈打工可以挣钱供他上大学。